今日是初二，今日到我跑長課了。昨天初一很多人跑長課，但我今天才要跑長課。今天我想着跑30至36K， 我现在就熱身過去到港頭，即是廁所的位置，擺低衣服就開始。看看應該4分 pace 內完成曬佢咯，諗住係啦。咁中途咧，添哥咧就會 join 我嘅，跟住佢就話可以幫我影一陣添嘅。咁但係依家就要靠自己影一影先。今朝幾涼爽，但係咧係煙霧瀰漫咯，好誇張，係咩都睇唔到啊，好似去仙境咁，咩都睇唔到。我依家到咗，佢同我讲摆低褛，摆低水，因为冇人递水，咁就系我袋咗2包 gel 已经，咁就开始我呢个长课。今日唔知搞咩喎，今日周围都烟雾弥漫，好似去咗呢个 Alice in Borderland 嗰个游戏咁样。大家我哋游戏系36K。擺呢度咯，唯有。誒，啱啱我就跑完我嘅 program， 而家就到我 support link 啦。咩人攞？仲有大概。依家28K 咗。差唔多啦，加油啊！積極備戰。見到 Vanessa 好醒神，哇贏啊！喺後面影下先，考盡迷霧。
Nice. 最後。Hold you.找到邊個發明馬拉松？那個士兵不應該跑回去報恩，不是報喜啊！那個士兵不應該回去報喜，真係哇！今天連埋熱身35、36K，臨尾一 K 是335，好似好彩啊，添哥今日。咩啊？喂 ，thank you。真係好彩啊，添哥。啱嘅。今日是煙霧瀰漫，唔知做乜嘢，煙霧瀰漫。今天我又跑356啦。但添哥是準備緊 10K， 影下自己喂。Yeah。今天添哥去準備緊 10K， 今天跑了 16K。Yeah。是8分鐘快跟住呢？我跑了4組8分鐘 tempo， 3分40至 45K， 跟住2分鐘 jog。哦，82咁樣。但他 jog 得很快，他剛剛 jog 得很慢。4分10零咯。jog 得很慢。Yeah。 所以我們長期都黐住咯，可以長期都黐住啊。Yeah。 然所以再祝大家新年快樂。新年快樂啊！心想事成。越跑越有。我叫你女兒揀禮物，定州入我數仔仔都是好，我哋放鬆先啊，而家搞唔掂，正啊！跑完之後咧，我真的不係幾再喐到啊！咁又添哥車一車我翻沙田，真的太好了！今天是我跑完長課的第六日，我星期一跑長課，今天星期日，我已經行上獅子山。跑完長課之後咧，我就即星期一跑完長課之後咧，我就冇再跑過步。咁 IT band 嘅問題咧，係一早已經解決咗，就康復得十分好啦。咁但係跑完長課之後咧 ，Achilles 開始痛，咁我就唔敢跑啦。係啊，咁就依個禮拜都係做體能。所以同埋加上新年假期咧，咁 Marcus 哥哥即系 Physio 嗰邊就唔開，咁下星期一唔係聽後日下星期二就去睇下個 Achilles 啦，咁睇下可以點做，因為兩個星期後咧就要跑全馬，咁之前我對我依個全馬時間咧都有啲期望，但系依家就可能真係濕到 free 就 OK 啦。咁依家繼續上獅子山。依個咧係叫磁波，其實我唔知咩嚟，不過應該都係促進血液循環，幫你放鬆啊咁樣。我就即不是啲乜嘢結構性的問題咯，係啊，唔係咩壓力性骨折啊，有 TS 啊嗰啲啊，純粹是肌肉太緊啦，過勞啊，身體攰啦，呼吸唔到啊，呼吸
佢話我本身個底咧都算係幾好，都算係唔錯。咁所以就唔係啲乜嘢大傷咯。咁之後翻到屋企咧，就會同大家 share 下我之前點樣解決呢個 IT band 嘅問題。我自己做啲，因為睇 physio 一個星期都係睇一至兩次嘅。係咁就分享下我喺屋企做過啲咩拉筋啊，做啲咩按摩啊，或者用過啲咩高科技嘢啊咁樣。咁其實咧，即係你放鬆 IT band 咧，你一 Google 咧就乜都有啊，即係大同小異。但係咧有兩三個咧，我係一定會做，我係一定會做。次咧我沖完涼或者練跑咧，我都要拉一拉呢個位先，係啊。因為其實 IT band 你諗住啲肌肉咧，喂高少少，係前面依嚿啦，同埋內有啊嘛。不過其實大髀嗰啲都有，我哋一陣再拉。跟住之後咧，舉高手啦，你可以擰嘅。我平時會擰下，咁要拉幾耐咧？我通常拉到覺得鬆才會停，好 hard 嘅我對自己。For reference 咁就嗱，唔使跟。啊，跟住依個完咗之後咧，依、這個通常臨瞓先做，或者可以近啲，可以近啲。係啊，我哋會瞓落去啦。我以前係鬆啲游水嗰陣，但係依家就爭啲。通常喺鋪牀度做咯，不過依家做個示範俾大家啫。跟住仲有一個，拉 pat pat 啦，拉 pat pat， 基本嘢。咁拉筋咧，都係我最想分享嘅嘢，係因為拉筋真係大同小異。係啊，我最想同大家講下就係依、這個，即係我好中意用用 stick 嚟碌腳啦，係啊。依家碌俾大家睇，依度有，係啊。咁我平時碌咧，有時候我見啲人碌咧，係即係就咁咁樣碌下就算噶嘛。但係其實咧，真係有用嘅話咧，係要咁樣揞咗落去啦，跟住咁樣咪落去咯。即係我自己係會咁樣嘅，你會 feel 到嗰條筋喺度彈緊，即係咁先係 work 咯。係啊，你係咁咪佢，係咁咪佢。依、這個係我嘅見解，係我嘅見解啫。我嗰陣咧就係每日都咁做咯。我通常係沖完涼先咁做，因為沖完涼你血液循環好啲咧，係啊，咁就個效果會更好啲，即係嗰個放鬆嗰個效果。就係咁樣，睇多幾日，睇多幾日，係啊。由近膝頭依個位，依個痛點啊嘛 ，IT band 嘅痛點啊，跟住就一直咁樣咪上去，咪到嚟依個位，依、這個位都要鬆，係依粒嘢都要鬆嘅。就係咁樣，咁內外都要啦，內外都要啦，真係要咁樣咯，即係點啊？係真係要咁樣咪佢咯，即係咁樣逐層上咁樣壓到扁曬，好似整蛋糕整麵包咁咧，係嘛？嗱，依個係我嘅見解啫，嗱，大家唔好亂試啊，就整傷咗自己，但我係醫好咗自己咯，因為睇 physio。你睇 Visual 都睇一兩日啫嘛，係啊，好多 rehab 都係靠自己啊。Janet 都好似好 fit，Janet 都好似好 fit， 就係咁樣，就係咁樣。咁大家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同埋 subscribe。喂，唔開心，講拜拜啊！係啊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我哋下條片就講我條 Achilles。不過下條片應該是已經是跑渣打了，已經是跑渣打了，係啦，咁大家再見啦。啊 ，thank you，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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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你想唔想上鏡？